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Fu Hualin. I'm from the Faculty of Law of this university. We are truly delighted to have a panel of experts on media law and policy from mainland China to come to Hong Kong to attend this conference. We know that the winter is very cold in Beijing at this moment. At least the weather is warm here. So, 欢迎各位到香港。I'm not sure whether China actually has media law, but we do have excellent media lawyers. So on the stage, we have five top-notch media lawyers.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they teach, they research, they critique, and they play a very instrumen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edia law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five speakers will talk about different aspects of media law in China or the emerging potential of media law in China, focusing on basically two things. One is defamation, another is internet governance. I think two of them are related, judging by their the articles they have published. The first speaker is Professor Xu Xun. She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Media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e is going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defamation law in China. You Qin, Xu Lao Si. Thank you, Fu Hualin. 我先会提供了一篇文章，在这个册子的第三页到十一页，主要是谈一谈中国的诽谤法的发展的情况。在中国，诽谤法不是一个法律，或者不是，它也不是一个专门法。说到诽谤法，它是指在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当中有关诽谤的各项的规定的一个集合。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呢，中国诽谤法发展之快，其实是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走过了有一些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它的起点只有三十几年。当然我们也与发达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自己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诽谤法发育这三十几年来主要是经过了两个阶段。那么从2001年开始的这个第二个阶段，显示出了诽谤法进入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深水区。如何调整媒体和公民就公共议题的表达，这种规则的是成为典型的困境。那么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制度的设计。在学术界的争议和立法机关的犹豫的当中，中国的民事的诽谤法的发育是绵软无力，那么给刑法和行政法的发展和适用提供了空间。研究的事实可以表明，就是1979年从中国的刑法设置诽谤罪开始，大约到2010年这20多年间，中国初步的形成了诽谤法的体系，其中刑法、民法和行政法是各自适时的发展，特别是民法逐步的完善，实践经验丰富，学术争议不多，这是中国诽谤法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能自律就不他律，能民事就不刑事，能自诉就不公诉。从诽谤法的角度看，公诉的诽谤罪只能是国家最后的手段，应当持最严格的司法审查的标准。但是从中国诽谤法的我刚才所说的上述这几个特点出发，我们也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诽谤法的领域，民法和刑法以及行政法有一种客观的此消彼长的你进我退的这种关系。自由和秩序是一对矛盾，当着这个民法不好用、不够用、不被适用的时候，特别是当政府认为它不足以维持秩序的时候，那么刑法和行政法就有了前进的空间。我以为呢，就是出于比较多的理由，目前中国恐怕是不存在取消公诉的诽谤罪的条件。能够真正实现诽谤的去刑法化，可能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调整。首先就是民法的事实的进步，而什么时候公诉的诽谤罪可以做到利剑高悬、备而不用啊？那么中国诽谤去刑化可能就有真正的开端。谢谢，我说完了。非常感谢。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very concise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very nice update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 Her view is China should use civil law, not criminal law, private law, not public law, and rely on self-regulation, not external regulation.When it comes to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defamation. Our second speaker is Professor Chen Xinxin. He comes from the Law Institute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topic of his presentation is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nten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 correspondingthe governance and control. 有请陈老师。好，谢谢。首先是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并且有机会呢和在座的各位呢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今天呢在这里向大家提出来的是关于网络环境下面信息内容的分类的监管问题。那么实际上呢，按照我们内地的这个法理学界的分类来讲，它的传媒法指的是全部规范传媒的运营行为，包括特别是它的这个信息传递的这些行为的规范的总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今天讲的内容呢也都是属于内地法理学界的传媒法的范畴。当然在另外的一些分类当中，它可能分别属于宪法、刑法和民法或者是行政法的范畴。实际上呢，在设计这个内容分类的监管思路的时候，作为立法者来说，他可能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构建这种信息内容的法律监管体系，主要是围绕着三个关键性的因素，那就是监管的客体、监管的主体和监管的方式。这里边呢，实际上信息内容是核心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法律规制的这个客体，是这个不同的信息内容决定了法律对它的规制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规制方式，以及会采取什么样的规制标准和尺度。那么在互联网条件下，实际上综合考虑的不仅仅是法律监管的目的，还包括互联网以及电子技术发展这个趋势。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去确定监管的方式，否则很可能会出现运用传统的，我们这里的传统指的是在没有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之前那个时候的一些
监管的方式和手法来对互联网条件下的信息进行法律规制，很可能会导致一些很可笑的结果。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不管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也不管是西方的国家还是东方的国家，它在与国家的安全以及公共利益相关的这个信息内容的法律规制这方面呢，它的规制目标大体上是一致的，规制的体制和手段呢也存在一定的共性，至少相互之间是可以借鉴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差异就在于它对于具体的信息内容进行法律规制时候的倾向性和容忍度不一样，而且呢，对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这些关键性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是存在差异的。这个往往就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法律存在一些差别的最主要的因素。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对于信息内容进行分类，主要是按照信息的内容和国家的安全、公共的安全以及社会道德和普遍的社会价值，还有个人的，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他的正当权益保护的关联程度，是以这些为标准来对信息的内容进行分类，包括分级。我们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法治的条件下面，信息的安全维护，它是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不是国家作为一个单方主体，自靠自己的行为就能够实现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必须针对政府以及个人，他在维护不同的法律价值这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分别的去看谁可能在这里面负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那么个人的看法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政府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这方面可能他有更强的优势，他也应该负有更大的义务，而在维护私人权益这方面，实际上个人或者是我们说法人、非法人团体，他可能有更强的意识、便利和优势。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从法律上讲，对于政府主要赋予他的责任应当是在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这些领域当中，赋予他相应的法律规制的这些责任和权利。而讲单纯涉及到私权利，比如说不是政府所能够控制掌握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名誉权等等这些方面的那么相应的事项应当是由个人或者是商事主体他自己来自治，主要的途径应当是通过司法途径或者是非诉讼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而不应该过多的依赖行政权力和这个刑事诉讼当中公权力的介入。在这一点上呢，实际上我和刚才徐勋教授提出来的一些观点认为是一致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我大体上呢是把这个信息内容分类按照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分。首先是政府信息，政府信息里头包括两种，一种呢是根据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是个人的这个正当权益需要保密的，再有呢是依照法律可以或者是需要公开的。这两部分的区分差异在哪里呢？对于前一部分来说，很可能按照有关的法律规定，掌握这些信息的政府部门是负有保密的义务的。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实际上它的法律义务是按照谁控制谁负责的原则，也就是谁掌握这些信息，谁首先负有法律上的义务。不掌握、不控制这些信息的这些法律主体，你不能强制性的赋予他相应的这些义务。这个实际上大家会在多数国家的保密法规则当中明显的发现这样的一个赋予相关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这样的规则。在这方面，实际上大家会发现网络的使用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法律的定性，它只是对于这个信息的传递过程当中
通过网络以及涉密的这个信息系统，它接入到其他的网络当中，是不是要受到限制的这一部分，较之于前互联网时代有所差别。那么这一点呢，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对于涉密的信息和信息系统进行分级，完全是可以做到区别对待，而不需要采取过于严格或者是过于严厉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问题。而对于需要依法可以公开或者是必须公开的信息，只需要按照信息自由法律的相关规定来处理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分类属于政府信息的在法律规制上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第二一点呢，是涉及到公共信息。这部分公共信息主要是指的什么情况呢？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公共利益这一部分的信息。那么这部分里头，我个人呢是区分了这样的几种情况。首先一个呢，是有一部分公共信息它对于国家安全和公共的安全具有明显而即时的危险，这样的一些信息的监管，实际上它主要的赋予政府的权利，在互联网情况之下呢，是采取一些及时防止这些信息在社会当中传播，可能会对公共利益或者对于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的这种及时的防范和有效防止已经出现的危害扩大，这样的一些措施，它的主要目的不应当是如何去制裁相关的人员。因此在这一点大家会发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主要的侧重点不是防止这种危害，明显而即时的这种有害信息的危害以及危害的扩大，它可能主要的设计思路呢是制裁相关的行为人。实际上我们知道制裁措施从根本上来讲，它是属于一种事后监管措施，它不是事先监管，也不是事中即时的措施。制裁措施既没有预防性的功能，也没有及时消减和控制损害发生或者是扩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部分领域的拢在互联网条件之下，不能过于依赖制裁性措施的警示作用。警示作用是对以后的行为，没有发生的行为的一种指引，它对于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没有任何影响了。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多数国家的法律还是一些人权公约，在这一部分当中实际上也都体现出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内容。再接下来一点呢，是对于普遍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有害的信息。这部分呢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说，对于青少年的未成年人他可能会有不利影响的这部分信息。那么这部分信息呢，对于多数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允许法律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的，但是这些限制性措施要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因为它的规制目的是正当的合理的，对于规制手段的行使就可以不考虑相关的限制。这些限制呢，大家都可以在相关的国家法律当中以及这个公约的具体的落实过程当中能够看到相应的问题。那么目前呢，在这一部分，也就是对于普遍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或者公共利益有害的这些信息进行法律规制，主要是四种类型。归纳起来呢，第一种就是通过互联网和传媒业界的行业自治以及自律来进行。那么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起的是一个引导的作用，那么它可以鼓励用户自愿的采取一些防范的措施，包括互联网的防范措施，而不是说赋予政府一些权利强制性的采取或者是推行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手段。再接上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相关的
这个在线提供者进行法律制裁啊，这么某些国家呢是采取这种做法的。还有一种呢是赋予政府一定的权利，或者说赋予政府一定的这个手段，可以对于相关的这些有害信息进行强制的屏蔽和封堵，这也有一部分国家。最后一种情况呢是通过完全阻断局域网以外的网络可以被大家直接连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呢比较少。这四种方式呢实际上是我个人归纳出来，就是目前各国和地区对于可能损害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是公共利益的这种有害信息采取的法律规制的措施。至于互联网上面传播的可能损害个人的合法权益的，那么从目前情况上来讲，因为它损害的对象并不是不特定的公众，而是具体的人和对象，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恐怕主要的方式应该是赋予加害人啊，就是包括受害赋予这个受害人或者是相对的这种所谓的加害人自己选择相关的法律措施，包括要求相对人采取技术措施停止侵害、减少损失、这个消除影响等等，通过协商或者是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从法理上来讲呢，这个私人的利益应当主要是由利害关系人来主张，并且通过他主动的来提起相应的救济程序，不应当过多的赋予政府主动的采取措施的方式。因此呢，在这一部分我个人是主张严格的限制诸如像以公诉的方式来提起诽谤诉讼这样的一种方式的处理其实是不合适的，它既容易过多的造成这个公共资源的使用浪费，也容易使相对的权利人产生对于自己的这个权益维护的这种意识啊，过多的依赖于政府，而不是主要的是通过自己自救，或者是自力救济，或者是通过主动的方式寻求相关法律救治这样的意识，实际上呢，对于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谢谢大家。Thank you, Professor Chen. The next speaker is Professor Wang Sixin. He's from the Faculty of Law, China Media University.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李雄文教授，非常荣幸来参加这个会议，并且有机会在展江老师缺席的情况下，就我研究的领域，还有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这个网络治理呢，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大家知道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政府，包括中国的两个司法机构，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措施来治理网络。那么治理网络，这显然是要解决现在中国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蓬勃发展以后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你比如这个网络谣言的流行的问题，你比如这个损害他人声誉，包括侵害他人隐私行为在网络空间的大势盛行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也要解决网络空间里面发言的混乱和失序的问题。当然我们这个政府还有两高，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采取着一系列这种措施，它在解决既有问题的时候也可能产生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政治与法律学院的老师，
长期从事言论自由的研究。那么从我的专业着手，我想从言论自由这个角度来探讨一下我们中国最近的网络治理的过程中产生或者说反映出来的言论自由方面的问题。那么从这个两高这个从这个最后采取的这个措施来看呢，那么网络治理呢，它的这个起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两高的司法解释呢，我们认为对于这个网络谣言的治理呢画上了一个句号。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就反映出呢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司法机构，如果从表达自由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独立的司法机构从这个学理上来讲，它应该是限制政府限制言论的行为的。但是呢我们看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网络治理事宜和政府联手这种方式，那么这实际上就反映出中国现在的这个还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那么说能够扮演限制政府限制言论这么样一种角色。这是这一次网络治理谣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限制或者说在促进表达自由的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更加独立的一个第三方来从中裁决民间社会的言论或者说言论自由问题，同时呢也限制一下政府的这个权利。当然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它这个在解决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以后呢，也产生的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如果从文字上来读司法机关所做的这个解释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在司法解释里面用了一些术语，你比如像这个损害国家形象，这个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模糊涵盖面非常广的一个，也就是说它的打击范围呢可能比较大。再一个呢在司法解释的时候呢，它把原来仅适用于物理空间的一个刑事犯罪的罪名做扩大化解释，解释到适用于网络空间呢散布谣言的行为。那么这个里面呢实际上也是有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问题呢就是不仅没有起到司法机关应有的限制政府限制言论的这个作用，同时呢还对政府机关在采用刑事手段限制言论的过程中对司法对于政府机构的一个赋权行为。那么像这些呢都反映出政府在立法的时候，尤其是两高在做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缺乏对于言论自由里面的一些基本问题的一些考量的。这也反映出呢我们在这个过去的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呢在司法经验的积累上，包括现在与国际人权条约的一些基本要求和规定的对接上，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作为学者一直在努力呼吁的，就是要在中国的言论自由制度建设方面引入司法审查这个机制啊。一方面呢可以解决政府限制言论的这个做法的正当性问题，
对他的这个权力过大进行制约的这个问题，另外也可以解决在表达自由或者言论自由这个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这个经验积累的问题。我们认为英美国家它的一个机制就是法院参与言论自由案件的解决，这个呢它不仅仅成为限制政府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机制，同时呢也成为一个经验积累，就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它可以积累大量的这种经验，用于政府做出限制言论的这种正确的这种决策。当然了，就是说这一次两高司法解释以及包括这个政府在整治网络过程中呢，不少人也提出来了这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但是呢涉及言论自由的问题呢，在中国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案件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它发生在英国或者发生在美国，那么可能就会有我们今天上午一个菲律宾代表提到的 ACLU versus Reno 这样的案件。但是呢在中国这种案件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我们也看到政府在发现这个司法解释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以后呢，在主动的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校正那么通过个案来进行校正，通过内部的这种司法指令来进行校正。但是呢如果民间社会要去自救民间社会或者说某一个人要以我的言论受到侵犯了或者说 ISP 们网络服务提供商们以为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了要提起诉讼，这在中国目前来讲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中国目前的言论自由制度里面，就是虽然宪法有明确的规定公民享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这种自由，但是呢这个规定呢并没有落地，就是说它只是宪法性的这种规定。那么宪法呢在中国又不可溯，这样导致呢在目前呢中国尽管有言论问题，但是呢缺乏一个机制来解决言论自由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要的看法。好，谢谢。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for this wonderful presentation. Professor Wang touches upon three important issues. First, the importance of independent court, the fact that China doesn't have independent court, and finally, the social and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at sad absence. The next speaker is Professor Zheng Wenming. He comes from the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y and Business. His presentation is on the reform of defamation law in China.谢谢傅华林教授。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那个我的研究成果是关于中国刑事诽谤法改革方面的一些设想。大家看一下我做这个 PPT 的背景，这个其实我是有想法。这个 PPT 的背景呢是个春天的刚发芽的一个绿叶。这个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刑事诽谤法的这个改革也许是正在起航，或者是还没起步。因为你现在在中国提这个诽谤法的改革的话，这个是确实是非常少的人，可能是有的人在做，但是他不是以这个名义在做。所以呢，我觉得也许这一次我的这个发言也许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开始，我是这么认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诽谤法的改革呢，它有刑事诽谤法的改革，还有民事诽谤法的改革。
我这里边呢说一下刑事诽谤法的改革。先界定一下刑事诽谤法。这个刑事诽谤法呢，是法律规定诽谤犯罪及其由诽谤犯罪所造成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Sorry。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刑事诽谤稍微有一点复杂，我是给它做一个分类，就是有广义的，还有一个是狭义的。广义的刑事诽谤呢，是指包括针对比如说国家元首、政府机关、政府机构，还甚至包括一些像国旗、国徽，这些个国家的象征，如果要是诽谤的话，这些东西构成的各种煽动诽谤罪，就是西方人所说的 seditious libel 或者 seditious defamation。 狭义的刑事诽谤呢，主要是指对自然人名誉的侵害，自然人名誉侵害当然是情节严重的行为。下面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刑法里边，刚才徐勋老师也说了，我们国家呢不存在单独的，像比如说像2013年这个英国刚出台的 Defamation Act，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国家也没有专门的像美国比如说美国1798年那个所谓的Seditious Act， 这个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刑事诽谤法，它主要是出现在像刑法的条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法律文件当中。我给它做了一个分类，广义的刑事诽谤大约有这么多罪名。一个是我们国家现行刑法，就是1997年刑法的第103条第二款，煽动分裂国家罪，还有一个是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105条，这个呢，我给它画上红线，说明呢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会说。还有221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249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299条，侮辱国旗国徽罪。这是广义的诽谤罪。下面呢，就是说，讲两个典型的，就是典型的形式，就是诽谤罪。一个是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我刚才划红线的那个地方。它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下面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诽谤罪，就是著名这个我们国家现行刑法246条规定的一般诽谤罪，就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这在中国叫做自诉的案件，后面有一个但书，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的除外。这是两个比较典型的我们国家的诽谤罪的条款。下面谈一下刑事诽谤罪的这个诽谤罪的潜在危害性。大陆的刑事诽谤法的立法目的，处于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公共秩序和自然人的名誉。那么如果是处于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公共秩序考虑的刑事诽谤法，如果没有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可能会导致滥用、因言获罪或者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这个呢，我就不再，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说。这里边呢是举了一些个案例，是2006年3月到2010年七月，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叫做诽谤领导罪，这是我列出来的诽谤领导罪，大概有20多个这样的案子。2010年之后呢，我就没有再统计，当然2011年以后也有一些，比如发生在重庆的，我就没再做统计。这个呢是最近的，就是也是昨天徐勋老师提到的，这是两高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处理的第一个涉及诽谤罪的一个，也可以说是案件嘛，只是说没有到这个审判的这个环节。就是发生在甘肃的一个初三的一个学生，他因为在网上
说了一些个说某名男子非常死亡，然后说这是谣言，网络谣言，后来被抓起来了。不过他这个地方讲的是罪名是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呢，它也是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两高司法解释里面大概解释的大概是六种，其中包括诽谤罪，包括对，就是刚才我讲的刑法第246条的一个解释，当然里面也有包括寻衅滋事罪，但是呢，这里边公安局它适用罪名的时候，实际上就适用是错的，因为它里边讲的是造谣诽谤，怎么能用寻衅滋事罪来抓人呢？后来处理的结果呢，就是当然他说是依法撤销这个刑事案件，对其予以从轻处罚，他说是从轻处罚。在此两高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还有另外的两个案例，一个是河北清河县的，一个有一个网民在网上说这个出命案了，某地出现命案，只是说这个把这个命案的这个人数大概是说错了，结果呢也是被抓了起来，这是行政拘留，行政拘留。还有一个呢是应该是发生在安徽省，就是内地的安徽省砀山是个县，发生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事故导致十人死亡，五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网民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叫事故造成16人死亡的虚假信息，被砀山公安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这个虽然是行政处罚，但是他使用的是公权力。我刚才讲的这个刑事诽谤吧，就是诽谤罪，它的危害性我刚才讲了一点，它有可能会导致滥用。另外呢，就是刑事诽谤法呢，是表达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最大的威胁，特别是广义的诽谤罪，就是那些煽动性的 seditious libel 或 seditious defamation。 我这里边有一个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表，算是啊，就是刑事诽谤法这个箭头指向表达自由，他就会通过影响，因为他是限制表达自由的嘛，通过对影响限制表达自由，最终会影响到民主政治建设。所以我就这里边说了两点刑事诽谤法的两点危害性，下面简单说一下中国刑事诽谤法如何改革。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而且呢昨天和今天上半场也提到了，这个好多这个专家和学者也说到了各自国家的诽谤法的改革，也都说了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这个刑事诽谤法呢，目前只能是从理论上面来说一说。我认为呢，我们国家刑事诽谤，中国的内地的刑事诽谤法改革，应该是我提大概有那么四个方面。第一，中国刑事诽谤法改革要遵守诽谤法自身的发展规律。我认为诽谤法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的。这个发展规律呢，就是说，可能它在处理，因为诽谤法很显然，比如是保护自然人的名誉的。那么你在保护自然人名誉的时候呢，肯定会和这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发生冲突。那么如果两者之间发生冲突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平衡呢？按照它的这个诽谤法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讲，应该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言论自由，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言论自由。当然不是说名誉权它不重要，名誉不重要，但是这个趋势呢，应该是很明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搞除罪化，包括这个今年英国的2013年出台那个诽谤法案，这个诽谤法案里边其实有些条文的重新修订，其实是向着保障言论自由这个方向前进的，这是我认为它的改革的方向。所以顺应诽谤法发展的历史规律，我们认为中国刑事诽谤法的改革应该遵守如下基本的原则。第一，刑事诽谤法的立法目的只能是保护自然人或者是部分法人，但是在此提醒，就是说一定不能包括政府机构，政府机构都不具有，比如说民法上面的不具有那个主体的地位。第二，对刑事诽谤法要进行这个除罪化，这也是一种趋势， decriminalization of defamation。 第三，对刑事诽谤法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刚才的这个王思清老师呢教授也说了。第二个，中国刑事诽谤法的改革要立足中国国情，就它除了要
遵守诽谤法自身的发展规律之外，同时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大概是三言两语是没有办法来概括的很清楚。我这里边说，中国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上是个崇尚权力至上、权力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的不受约束必然会给公民的包括表达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带来潜在于巨大的威胁。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强调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论享有免责权的理念不同，中国几千年的等级文化观念强调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身份与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三，逐步推进诽谤罪的除罪化，要与民事诽谤法的改革相结合。现在搞除罪化在中国的内地应该目前是不大现实的，所以呢，只能是逐渐的来做。比如说现在目标可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然在搞除罪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与民事诽谤法的改革相结合，因为刑法的退出并不代表着说民意权不保障，而是说怎么样让位给这个民事诽谤法，因为这样更有利于这个保障言论自由。第三，刑事诽谤的改革要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数据呢没时间在这边说了。我们国家的刑事诽谤，中国的刑事诽谤法的改革必须要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当然两高的司法解释其实就是在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只不过是往相反的方向走了。这个呢我就是关于网络诽谤罪与传统诽谤这个区别呢我就不在这里边说了。最后我说一句算是个希望，就是中国刑事诽谤的改革是基于挑战并存，互联网时代大概是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Thank you， 谢谢。I wanted to hear more.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e time. Thank you for make the intentional effort to mak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reedom and the democracy, which I think is an important point to make. The final speaker for this panel is Professor Zhu Wei. He i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self-regulatory model in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I have no PPT.但是我也想站着讲，因为这样说站着讲的话照的相片比较好看。我的身份啊跟那个刚才几位不一样啊，我虽然在大学里面做老师，这个有时差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哈。我虽然在大学里面做老师，但是中国呀坐在大学里做老师啊你可以在社会上兼职其他的职务，所以呢我有很多的这个兼职的职务，比如说是中国演员委员会的法律顾问，那么我长期以来呢维护一些演员的权利，人格权啊、肖像权啊各方面的权利，同时呢我还是一些中国著名的网站的一些我是他们的法律顾问啊，所以说这些在网站的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些跟我们这个诽谤相关系啊。还有呢同时呢我还是律师啊，现在呢这个我们在中国国内可能现在有几个比较知名的案子，有其中一个是我在搞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宣判，可能在月末宣判，所以我不能说这个结果啊。我跟他们的观点不同之处呢，我想说一下中国啊网络规制的一些特色啊。首先呢中国没有宪法法院。任何一个法院也没有针对适用宪法的审判的这么一个法庭，中国宪法制定到现在真正司法化只出现过一个案例，而且呢这个案例在过后呢被很多人批评，认为不应该动用宪法这部法律。中国在前几年曾经出现过一个网民在网上写了一个帖子被网站删掉，他到法院起诉是以侵犯公民言论自由为案由到法院起诉啊，法院予以驳回，理由一句话啊，宪法不是本院审理的范围。啊，就在前几天，10月11日的时候啊，在我们隔壁深圳啊，有一个女士在婚恋网站上进行注册，但是呢，这个婚恋网站呢，把她的这个名字给注销了，她到深圳法院起诉，侵犯了她的言论自由啊，在网上没有办法交到男朋友了。侵犯了他的
婚姻自主权和言论自由啊，深圳法院一样把它给驳回了，认为不是宪法不是本院的审理范围。那么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啊把本来属于宪法上的权利啊用其他的方式把它适用呢？众所周知，我们没有新闻法，但是我反对一个刚才有一个人讲过说中国没有 media law， 中国有 media law， 只不过是不同的方式表现而已。就像你看不到风，但是风吹过来你会感受得到一样，这么简单啊。所以呢，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时呢，前几年我那个时候还在念法学博士啊，我和我的导师人民大学的杨立新教授，我们共同申请了一个欧盟的课题啊。我们有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是不是可以通过民法公法化的形式来解决中国这一难题。经过我们最近几年非常非常努力的研究啊，以及非常感谢英国大使馆啊，英国的欧盟给我们100万欧元的资助哈，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哈，已经做出了中国媒体审判司法审判指引。这个指引呢，其中呢包括几个部分，其中最值得人民注意的就是我们在指引中啊，将22个关键的抗辩新闻自由的抗辩列入其中，比如说新闻真实，比如说公众人物、公共利益、正当评论、转载，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法律实际出现在零零散散的各色法律之中，我们把它抽象出来放到这一个指引之中。这样的话实际就把新闻侵权的界限在中国给它划分得很清楚，这样的话从侧面保护中国的新闻自由，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并不是我们落后，或者是这是我们中国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特色啊，是这样子。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指引之中，我们把网络侵权作为一章啊，我本人是指引网络侵权的主笔者，我认为这个我们在写这个网络侵权部分的时候，我参照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相关立法啊，我特别吃惊的发现有一些中国没有解决的问题实际国外并没有先例。中国发生的一些奇怪的现象，因为我们的网民特别多，我们发展速度特别快，并不是说国外有过先例，而是中国现在走在了世界的前沿，我们的网络立法和网络司法确实走在了世界前沿。这个是那个罗杰先生应该知道哈，我们在搞这个司法手册的时候，我们搞了差不多几十次的国外人来的这个会议哈，我们听取了很多欧盟尤其是英国专家的一些意见啊，我们在一起讨论过好多次，他们也承认中国这方面确确实实走在前面，我们在趟水啊，摸着石头过河，有这种感觉。现在这个手册已经制定完成了，那么如何适用呢？啊，主要是分为几部分，第一是在北京，号称中国的硅谷啊，我们绝大部分的网站都在北京啊，当都集中在海淀和朝阳两个区，那么朝阳区法院和海淀区法院适用网络侵权和人格权，包括诽谤，包括名誉权在内的所有案件适用的是我们这个指引啊，作为重要的指引。此外呢，重庆的四中院还有吉林的某些中级法院啊，他们也在适用我们现在这个手册。最高人民法院呢，现在在做侵权责任法关于网络侵权的司法解释，现在也在参照我们这个指引。与此同时呢，现在还有几个省的高级法院正在把我们的指引转化成指导意见啊，在省内发放啊，所以我们的指引效果非常好，所以再次感谢一下这个欧盟给我们的资助啊。当然了，我们的理想是非常大的，我们想当时想是这个指引可能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在中国的法院系统司法系统公开或者是顺利的推行，所以说呢，我们想到是不是可以选择一种更有意思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推动啊。这个时候呢，我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新浪微博社区，很多国外的朋友不知道什么是微博，就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 Twitter 一样。微博很简单，就是 Twitter 啊，一句话可以感慨，我们中国的 QQ 就是你们的 Facebook 啊。微博在中国现在有多少用户呢？我举一个例子，在新浪的这个微博社区，我们的用户已经是5.85亿，
啊，如此大的一个数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在自媒体平台上，他们每天互相之间，或者是啊，对网民、对他人、对社会，是不是有很多的谣言啊？是不是会互相的攻击啊？这么大的人群，怎么去规制它呢？其实我们很担心一个事情，就是说会不会网站随时随意的删除不想看到的帖子，或者是网站会不会听从政府的指令，会随时的随地的删除一些很不必要的帖子？因为网站都是要赚钱的商事机构，它不可能为了网民的利益去甘当司法承担后果的这种风险啊。所以当时呢，我接受北京政府网络管理部门的委托，去新浪公司，我们完成了一个把这个司法手册给适用到新浪微博之中的这么一个工程。我们做了一个公约，叫《新浪微博社区公约》。这个公约我把它翻译成英文了，在这个论文集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这个公约之中啊，规定了很多的权利，同时呢，也明确了表达自由的界限，有一些红线你不能碰。不是中国不能碰，在世界范围内都不能碰。欧洲人权公约就明确说过，表达自由的界限是吧？他人的权利、国家的利益、国家安全、社会卫生、道德，啊，这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底线。所以说，我们把这些底线明确化了。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在这个微博公约中，我们建立了信用评分机制。当一个人总在网上谣言发一些不良信息，他的信用积分会降低，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被注销，就像现实生活中把他枪毙一样。而且我们这个觉得这个微博公约好在哪儿呢？它因为它是一种软的约束，跟硬的约束不同。硬的约束呢，就是他律啊，宪法、刑法、民法，进入诉讼的这种他律。软的约束呢，我们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线上，线上问题线上解决。我先初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约哈，这个非常自豪的介绍哈。我们有5500名一般的法官，也叫网络法官。从这5.85亿人中，我们选了5500名一般法官，又选出了500名高级法官啊。原来我们把这个公约呀不叫公约，原来我们把它叫宪章。所有的在网上审案子的人，我们叫法官啊。第一次我们叫一审。啊，不服进行第二次，我们叫二审。后来觉得这样，国家可能通过不了，觉得你们要干嘛呀？完全把那个英国的那套搬过来了。我们还允许其他的网民进行旁观，叫陪审团，说你们到底是英国来的还是中国人呢？我们就把名字改了，把宪章改成了公约，把陪审团改成了旁观人，啊，把那个一审的法官改成，委员，把二审的法官改成专家委员，本人就是专家委员，啊，就是专管二审的案件啊。这一年我们审了多少案件呢？这一年我们在网上在线审理了13万件网络侵权案件，平均每个人23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案例哈，前两天我们处理了一个案例，关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案例，有人举报。说有人在网上谩骂希拉里，我们找到了这个网址，发现有人说希拉里有好多的男性朋友。当时我们认为这个不需要找希拉里或克林顿来证明，我们认为这可能是谣言，我们就给删掉了。但删掉之后，我们对这个如何处理这个造谣的人，我们产生了分歧。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这个是民事侵权的话，影响了希拉里同志的名誉权，那么他本人应该来告诉啊。他既然没有本人来，而是一个热心的网民，一个希拉里迷来举报的，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啊，删除该帖，但是不扣除该人的信用积分啊。也欢迎希拉里到我们这儿来直接维权，那么我们就给他扣信用积分。所以说，有的人愿意打诽谤官司，在哪儿打呢？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一年13万件，任何一个地区能赶得上我们吗？赶不上。啊，这就是我们的新浪微博社区。其实它处理了好多好多的网络侵权案件。其实没有这个，大家想象会怎么样？因为我最近接的一个诽谤的官司，我们去告别人，一个人在网上骂我的委托人，我们为了证明他骂我们的事实，我们光公证的费用就花了3万元人民币。可以想象一下，
法律是干嘛用的？我认为最直白的道理，法律是给人用的。我告不起啊，每一个需要公证费就得几万元，我能告得起吗？那么新浪呢，我们这个社区现在搞得比较好啊，你只要一点举报啊，大概有五六个普通委员就来投票，还有网民来监督来参观啊。投完票之后呢，就形成了卷宗，全部公开给所有人看。当你不服的时候，到二审到我这来，我认为我比较专业啊，我就会好好的审判一番，我们五六个人再进行一轮投票，要么恢复名誉，要么删除帖子，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但是我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内部搞过一次第一次代表大会，全国性质的啊，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我发现整个来开会的这个5500人的这10个代表啊，就我一个学法律的，所以我很担心呐。我说这个言论自由是个很高尚的权利啊，不能随便交给别人这么搞的，啊，所以我就向欧盟、向英国使馆在去年申请了一个项目，我说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个项目啊？给点钱啊，我们给这些5500人进行一些培训，啊，实践操作，好，不好意思，时间差不多了啊。One minute or one second。但是这个可惜的是，我这个申请被驳回了。英国人认为什么呢？英国人认为说，中国互联网不是很自由的，你再搞一个自律，可能它更不自由了，所以我们不予支持哈。但是最近像瑞典大使馆等其他的使馆提出了。说可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继续申请过程中。那么既然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最后说两句啊，其实中国的互联网法律是个发展的过程，从侵权责任法36条啊，就是网络侵权的这个专条，现在我们在出司法解释，本人特别荣幸是司法解释的专家之一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把网络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在了进去，一直到现在我们啊去年年末啊人大常委会出的。包括关于隐私方面的保护，中国的互联网的法律是不断的进步的，我们不要看它的过去，我们只看它的现在，在不断的前进，而且发展的方向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法治化的一个中国的特色的互联网世界。大家为什么不去接受它呢？为什么不多了解了解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新浪微博去注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申请作为我们的法官来裁判，当然你只负责外国人同盟啊，只负责裁判这个英文的这个案例，因为英文我们看起来也费劲啊。那谢谢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 500 million people is a huge country. I think you will be the chief justice of that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Thank you. It's a wonderful presentation. Do we have?No, we don't have time. I'm sorry. Well, why not we thank the speakers for the wonderful presentation. We could mingle during lunch. Thank you. Thank you again.